泰国前首相他信在异国他乡流亡15年之后，星期二早上回到泰国。路透社引述泰国媒体报道，一架载有他信的私人专机在早上降落在曼谷罗曼国际机场。他信入境之后，向住泰王瓦杂拉农宫的画像鞠躬致敬，并且朝住几百名的支持者挥手致意。而在机场等待多时的泰国官员随后将他信带离机场拘留。最高法院在中午宣判，他信涉及三项贪污罪名成立，判处入狱8年。而他信的细妹前首相英禄亦都在 Facebook 发布，和他信在私人飞机上面准备由杜拜回国的照片。